哎，老婆，你们呢？好吗？没事吧？好。哎，8栋栋118栋栋梁，我们已经到了红柳村，准备派直升机派送。特战队员对村子周边1公里范围内进行了清理，没有发现可疑人员。据村民反映，暴恐分子从西北方向翻箱小道撤离。报告完。 在这条沟里，曾经有人看见有恐怖分子一路下的东西。这里啊，原来是秘密的转场通道，十几年没有人路过。再往后走，就是无人区，叫黑熊沟，十几年都没人进去过。好，重点侦查这个方向。黑熊沟。1911111，请报告你的位置。拐洞幺，拐洞幺，1911侦察编队报告。现在已经黑熊沟无人区展开侦察。什么？黑熊沟无人区，拐洞幺明白。 肯定是他们。1911111，拐洞幺收到，注意监视，我编队马上赶到。
发现一爆恐分子丢弃弹夹，他们应该是往锅里去了。明白。小心！ 小二，小二，小二！啊啊！警察爆炸！医疗队，医疗队，幺零幺两地区有名重伤员，请速来营救，速来营救！你在这儿照顾好他，其他人跟我来。 发现一名伤员，请马上派人救援。老乡。
你们还有几个人在他们手里啊？几个？德山豹，这里是飞毛腿，暴恐分子手里面还有四名人质。收到。拐农药，拐农药，我是孙山豹。暴恐分子手里还有四名人质。明白。地面和空中扩大搜索范围。收到。所有人注意，继续前进，扩大搜索范围。明白。你们两个留下等待救援。是。其他人跟我走。万静，报告，这里是飞毛腿，已经发现暴恐分子，七人在屋外，一人在屋内，看向人质。over。明白。拐农药，拐农药。这样，我先返回空中指挥部，升空指挥。飞毛腿，小尾蛇，你们带着你们的人在外围继续行进，有什么情况马上向我汇报。晚上，喂喂，确保村民安全，不能强攻。拐动幺，明白。导员，一定要确保村民安全，不能强攻，知道怎么办吧？拐动幺，拐动幺，攻击计划如下：第一步，狙击手先设法干掉屋内的暴恐分子；第二步，上尾华分队
用激光照射户外矮墙处的目标。第三步，实时从远距离发起攻击。第四步，赵伟华用爆震弹和烟雾弹掩护，发起最后的冲击。马上行动。明白。一个不留。就是那个姥姥。对，带走。报告指挥部，报告指挥部，我是钻山豹，任务已完成，人质已救出，准备返回。成功了！太爽了！成功了！成功了！姑娘们，我们返航。
副教员，您这一走，孩子怎么了？已经交给他姥姥姥爷了。哎，我听说这次陆军一号表现得特别棒，你说会不会把咱们分配到那边？嗯，这我就不太清楚了。听说学员们到了那儿啊，一切都听指挥部的安排，分配到哪个部队就到哪个部队学习。你这带的什么呀？烧了一锅红烧肉。他到那边吃不惯羊肉？ 不是，给江海带的，他喜欢吃。还真有你的。刘晓斌的中队已经成功了。 军参谋长打过几次电话过来，希望我们军师能多抽动几次。他们原来的部署就有问题，阵线拉得太长，西面有没有个地炮营，火力肯定跟不上啊。嘿嘿，现在尝到我们陆航的甜头了，遇上困难呼叫陆航啊。哎，你是怎么想到叫刘晓斌去当二中队的？他不能在江海的身边时间长，要尽早的独立起来。 当初江海跟了你几年啊？也就一年，开始他不肯走，我就给他下达了一个中队长的命令：你不走都不行。哎，结果呢，一干挺好啊。没几天，学会为部下考虑了，也能跟更多的同志搞好关系了。要不，他老是以师傅为中心的考虑问题，那这兵就废了。你说的对。 是啊，这人才啊，不是树上的果子，非要等熟了再去摘。作战人才必须顶到一线上来用，否则的话，明天打起来，我们手上都是些生瓜蛋子，你不抓瞎。团长，喂，处长，完成怎么样？追剿爆梗的任务已经完成，正在返航的路上。 协同 C 集团军的演习还有半个小时就能结束。好极了，首长，今天陆军一号第一次参加反恐行动实战，陆航作用十分突出。公安厅厅长打电话过来，要给部队请功呢。现在不是请功的时候，军长，部队收容以后马上转场。转场？去哪儿？目标，东南战区。三届训练基地。总部命令我们，陆军一号。 两天内必须赶到。另外，突击二营的支10九已经改装完毕，让庞维啊回去一趟，把这个中队也给我拉到现场进行演练。是，处长，两天就赶到，最晚今天傍晚前就得出发啊。你说对了，今天晚上必须出发。另外，单军长给我来了个电话，让你回去一趟。 A 集团军，陆航旅明天成立，我也过去。首长，庞副旅长要走，左旅长也走，这么一大摊子要转场，有困难克服困难，命令必须执行。是。 到达作战空域，管幺洞三四四防御工事由你二中队负责摧毁。管幺洞明白。各机组注意，目标三四四前沿基地实施覆盖打击。 我要等等江海他们。有什么话非要在机场说呀？吃完饭慢慢说。哎，小娘们不懂，我要给江海一个热烈的拥抱。咦，受不了你们了，那我们就不看你们的亲密举动了，我们先走了，行，先回去了。回去吧。嗯，走了，黄副旅长。
好，旅长。哎，那我们就先走了。二位辛苦了。再见。再见。说您又到新房小学来给孩子们送电脑了，所以我就跑到这儿来啊。哎，你那个无人机项目研究的怎么样了？还可以吧。啊，怎么找我有事儿？有些事情我想当面跟您谈谈。哦，哎，如果不着急的话，咱们回到宾馆再聊。你如果紧迫的话，我们就在这里。你看看啊，这里头多好，山清水秀的。是。我听说过董事长有很深的农村情绪啊。是啊，咱们中国人谁的祖宗不是农民呢？对不对？我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呢。我告诉你啊，我们插队那会儿啊，都是农村户口，那得靠挣工分吃饭呢。要不咱们就在这儿聊聊。好，走到那边去。好，走走走。李东啊，小编今天飞得怎么样啊？那是相当不错，今天啊出动两次，出手灵活，啊，又狠又猛，营长，有点明智出光明的感觉。那是啊，也不看是谁徒弟啊。飞长，你可太过奖了啊！哎，那这事儿今天晚上得庆贺一下呀。对呀，请客。师傅，别人说我就算了，你还说我，我都郁闷着呢。哟。跟我装傻是不是啊？啊，这一天中队长、机长全当上了，一天还出动两次了，还不过瘾啊？我是觉得没落着跟你去消灭恐怖分子，我可都听说了啊。你们这是真干真招呼，这多过瘾啊！实战啊！涮羊肉啊，涮羊肉！大腰子，我没说我不请客，大腰子，话我都说到了。涮羊肉，江营长，你知道吧？马上要转场了。马上转场，去哪儿？东南战区三界基地，刚接到通知，今天傍晚出发。啊？得，咱别涮羊肉了，也别大腰子了，赶紧回营部吧。谢谢啊。得。哎呀，马上转场。小李，上车吧。是。旅长，这位，你们放心吧，我保证完成任务。将二营一中队安全带到三界训练基地。走了。哎，哎，老庞，往这边走啊。哦，我去看一眼伤员。嗨，还好，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，马上转到战区总院。还是去看一眼。走了。哎，哎，你琢磨出来郭鹏的最后那句话的意思了吗？让咱们再把困难想一想。这话里有话呀，进去吧。警政的大队长马上就到了，走。说快没来叫我一声。营长，我没事，您忙去，别跟我爸爸妈妈讲。小王。别想那么多，啊！马上我们就把你转到战区总院去。你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好好养伤，啊！你放心，很快就能好起来。
曹副队长。你表现得很好，小刚。我现在可以正式的通知你，旅党委已经决定给你保二等功。哎，这画从哪弄的？刚在那边干的。这可以吗？这还有这么好看？哎呦，庞副旅长，庞副旅长啊，你们这是？哦，我们想来看看受伤的战士。啊，已经醒过来了，没事儿。对了，庞副旅长，那天你要给江海一个热烈的拥抱，后来拥抱了吗？嗨，别提了，我到现在还没见着江海呢。哎，我估计啊，今天是看不见他了，那就留着他去跟傅颖拥抱吧。傅教员来了啊！哎，刚才学院张院长来电话，有100多名学员要来实习，我一打听，傅颖也来了，那肯定是来看她老公的呀。这还没结婚呢，怎么能叫老公呢？是啊，哎，那应该叫什么呢？庞副旅长，您现在越来越会聊天了，我们先进去了啊。哎，庞副旅长再见啊。越来越会聊天了。旅长，听说船长。办完就转，时间够紧的。哎，政委，有茶叶吗？有啊，3.5嘛。铁观音，哎，泡多少你自己放啊。哎，旅长，咱们怎么走啊？江海，啊，你答应我的事儿呢？我答应你什么事儿了？装傻，苹果。苹果？事儿，这苹果没完了，他。你有就给他拿两个。我没有啊，营里早分完了，全都吃光了，一个也没剩下。那你答应他干嘛？我当时不是慌了神了吗？他要什么我就答应他了。我早就把这事儿忘了，谁能想这么大一旅长老盯着打烂苹果没完了？你说我现在去哪给他找去？你呀，有你好受的。我知道哪儿苹果呀。哪儿啊？快说呀！黑天鹅呀。黑天鹅？看他怎么会有的。不是你跟人家说吃苹果能美容吗？好不容易得到你一句关心，人家把你这句话可当回事了，都没舍得吃。留着当纪念呢。你小子点过我的吧？这我帮你，你还打我？我走了。我说啊，我准备在这个水面上架一座桥，以后孩子们呢上学呢就不要再绕太远的路了。是啊。哎，好。哎，洪正啊，紫薇这种做法是非常错误的。出现这种事情，我感觉很心疼，也很丢人。这是万万没有想到的。董事长，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严重，而紫薇她自始至终被蒙在鼓里，我只好把全部的真相告诉你。洪正啊，这些事情你早就应该跟我说呀。好吧，从今天开始，我女儿的事情由我来处理，你们只管照原计划去工作啊。这6000万，本来就是我公司的钱，陆瑶又是我公司下属的一家控股公司的经理。如果你们还需要后续资金的话，我可以继续投入。谢谢董事长，我们已经不需要了。我们这个军民融合的高科技项目已经获得了国家专利，银行贷款不成问题。我这次来找您，就想跟您谈一件事情。你已经投入了6000万，打算如何处置？我想先听听你们的意见。我们的设计专利会以股份制合作形式投入，组建一个新的无人机开发生产机构。产品开发的方向为军民两用。啊，
如果你想收回那6000万，我们将在1到2年之内还清这笔款项。如果想作为投资，你将获得30%的股份，成为三大股东之一。好吧，那我也说说我的想法啊。第一，我不需要什么30%的股份；第二，我也不想当你们的股东；第三，我想这笔钱我也不收回了，就当打了水漂。董事长，我不明白您的意思。好吧，那我再说的明白一点吧。我呢，生意成功以后，就没有在国内再赚一分钱。我想啊，我的后半生只赚外国人的钱，而赚来的钱全都要花在我的祖国和我们民族发展的事业上。啊，如果用现在的时髦话讲话，这就是我的中国梦。所以这笔钱对我来说，就像捐助了几所希望小学一样。我并不在乎于你们最终是否能成功，我在乎于你们已经在做，仅此而已。董事长，我理解您的为人和情怀，但是这毕竟是一个商业行为，而且这6000万也不是一个小数目。我10年来在国内捐助了100多所希望小学，我不求任何回报，只要能看到孩子们背着书包蹦蹦跳跳地跑进课堂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在上100平方公里的荒漠化改造项目上，我投资了10几个亿，我不要求收回一分钱，全部留给了当地政府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我不知道。我的父亲是老八路，参加过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。新中国成立以后，又参加了抗美援朝，在长津湖战役中牺牲了，至今都不知道尸骨埋在了哪里。你说他的牺牲是为了什么？为了钱吗？不，他是为了我们能有今天富裕和谐的社会环境啊。讲实话吧，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政策，我这么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工人能成为所谓的什么亿万富翁吗？我感恩这片土地，感恩我的祖国，更感恩我的中国血统。够洪生，你说就我这样的老板啊，一个人你能吃多少穿多好啊？你死了以后又能带走多少呢？所以我说这笔钱就算砸水漂了，毕竟是打在了咱们中国的水面上，对不对啊？你们不要考虑我的什么回报啊、股份啊，还有名分啊，它有什么意义吗？我很庆幸啊，我有机会赚到了一些钱，而且我又把这些钱用到了我感兴趣的事业上。洪生啊，你是部队培养出来的一名飞行员，后来你转业了，来给老板开直升机。虽然你技术很好，也很敬业，但是我并不为你高兴。我觉得你这么做，对不起部队的培养。后来，你抛弃了高薪走了，这个去搞你的无人机的开发，这我就非常欣赏你的选择呀。你记得吧？我跟你说过，有困难尽管来找我，但是你没有来。董事长，我是想等样机试飞成功以后再来找你。不，你撒谎。你是想尽量不再与紫薇发生联系，可是后来紫薇还是背着你把钱秘密地投给了你，这是我事后才知道的。你都已经知道了。我原本暗自祈祷你们俩能在感情上和事业上都能成功，但是有一天我发现紫薇突然返回了伦敦，我就感觉到事情不妙了，而且这个原因应该就在我女儿身上吧。不不，董事长，我有责任。紫薇这孩子任性就在于她从小是在国外长大的，典型的富二代啊，她那个价值观念跟我们的是不一样的。我呢又无法强求他跟我走同一条路，
而且我预感到了，你们俩早晚会分道扬镳的。啊，好，我不说了，不说了。我希望这一页啊，就此翻过去啊，翻过去。另外，红少，我也希望你不要丢弃滋味。你们应该会是好朋友，这也是我这个做父亲的唯一的希望啊。